大家好，我是阿杜哈，咱们今天的话就是带这个女孩，过来喝奶茶，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小青。小青哈，我今天的话就是在市场就是认识她，然后带咱们小青，一起来喝奶茶，我感觉到这个妹子，挺有趣的哈。好，咱们小青哈也是非常配合，然后我们一起的话就是来喝奶茶哈，来干杯吧，小青，我还把哟，哇，这个奶茶好像有点冰冰的感觉哈。等一下给你妈妈也买枣实，给你棉摸枣实，OK 吗？我跟他说话，我感觉好，自己好费劲儿哈，自己就是越南话我不会说，然后的话跟小青，但是人家也聪明，很快就懂得啥意思了。等一下给你妈买是买那个奶茶是买冰的还是买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啊，买冰的还是买热的？给你妈妈买奶茶，买冰的还是热的？要不咱们连到连到这边的 WiFi 吧？看一下，连一下 WiFi，这边的 WiFi。因为这边的这个 WiFi 是公用的哈，所以说现在连上了，连上了，我看一下。给你妈妈买热的还是冰的奶茶？我加热的，回答叫咩？冷的还是热的？冷，给你妈妈买热的还是冰的奶茶？我加热的，回答叫咩？浓哈？浓哈？哦，浓跟冷。哦，冷瓜，冷瓜。哦，它是热的，买热的哦。那这个太冰了，这个太冷了。刚才没想到他在弄这个冰的哈，这家伙现在天气又冷喝，这好不舒服。你现在是上大学还是？哎呦，这个有，还是有给他打字。其实这个小青的性格挺好，可能现在因为天气热哈。你为什么头上要包一个毛巾呢？真的，这毛巾，我说你不要毛巾行吗？我看一下，哦，不要毛巾也挺好看的呀，你看一下，哇、哦，不要毛巾也挺好看。我看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哇、哦，这个。是这样，不是哈？你是怎么带的？啊！哇！我的天呐！哎呦，他搞得挺快的呀！给我也包一下，我体验一下。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一下哈。我不知道他。戴这个毛巾有啥用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明不明白哈？为啥要包这个毛巾哈？你看咱们小青的话，说实在的，不就是不戴毛巾，我看也挺好看的，挺有意思哈。那小青，你说包这个毛巾是，小青，你说包这个毛巾是干啥？
小青，你说包这个毛巾是啥意思啊？我看一下，包这个毛巾是什么意思？包这个，Việc quấn chiếc khăn này có ý nghĩa gì? 不知道。哦，你不知道，是不是太冷了要包一个？太冷，冷瓜要包一个？不是哈，哦，这个可能是民族的一个是一个习惯还是一个习俗吧？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民族的习俗？我问他一下。的那个啊，壮族，哦，壮族啊，啊，民族，哦，民族啊，哦，OK，可以，农，哦，农哈，蒙哈，那苗族就不用了吧？哦，明白了。现在小青这么一说的话，他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农族就是要包这个毛巾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再次看一下这个。农族的哈，这可能是他们民族的一个文化，这可能是他们民族的一个文化哈。我以为他是苗族的，哎，那这个，壮族女孩的话，看起来是不是跟其他的那个苗族女孩或者其他女孩不一样呀？因为她个子挺高，1.64米呀，我的天哪！小青，我刚才问你，我说你上几年级？是上大学还是上小学？你现在是上大学吗？Bây giờ bạn đang học đại học phải không? 上大学啊？哦，上大学我，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桌子为什么？准备一下准备电脑。哦，准备上大学，那可能是，给大家看一下，准备上大学。哦，他说他准备上大学。上大学是在。河内吗？上大学在老街还是在河内上大学？河内哈，哦，那还挺厉害的呀，你看，准备上大学，那意思还没有上大学，18岁还没有上大学呢。以后你上了大学，我到河内去找你离别，好吗？我去找你玩，好不好？好好。小青啊，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没有。没有男朋友，那别人都有男朋友，你为啥没有男朋友呀？啊？好像他听不懂，咱们翻译软件，翻译软件，咱们别人有男朋友，你为什么没有男朋友？Người khác có bạn trai, tại sao bạn lại không?你不知道是吧？啊，是不想交男朋友，还是说没有男朋友？不知道是吧？不知道。不知道。那你学习好不好？学习好不好？我问他一下。你学习好不好？Bạn học tốt chứ?看他怎么说哈。公民车。哦，一般般，呵呵，你太谦虚了哈。来，咱们干杯来，来，莫害怕哟。小青青。
小青，把它喝完，喝完我们买一杯奶茶给你妈妈摸摸咋舌你 OK 吗 OK 对小青啊，你是不是经常来喝奶茶？哦，不是是吧？哦，我还以为你经常来喝奶茶呢。那你，上大学的话，就是学的什么专业？就是你，你上大学是什么时候上大学？是，今年还是明年上大学？我给他翻译一下。你什么时候去上大学？长颈，提高一下力好不好？长颈体都是你好不太好哦九月哦九月那现在你是高三呀高三哈哦那可能他是高三因为我具体也不大懂但是凭感觉好像他是现在是高三小青来我还把右好不好喝好好喝你妈妈卖货多久了？卖货那满行卖的那么勤快。哦，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啊！我妈妈从19岁就开始卖产品哦，明白了，那挺厉害的。你妈妈多牛嘴，你妈妈多少岁了？46。46哈、啊嗯。哦，那他妈妈从19岁就开始卖货，那这样子卖了20几年了呀？哎，卖了，我看，19、46，哟，确实卖了20来年了。哇，那你妈妈很厉害啊！你爸爸在干什么？嗯，哎呀，问一下他爸爸是干什么的？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嗯，妈古巴拉梅西。嗯。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妈都懒得弄这么多。哦，是这样。这个翻译出来挺有意思啊！我爸爸是一位普通农民。哦，原来，哦，这样子。我爸爸是一个普通农民。小青啊，那花山节的时候你有去玩吗？有没有去花山节？我问他一下。花山节你有去参加吗？花木。你会花生，你有参与吗？花山节，采花山。花门啊，因为他们是
吃哀财。啊，吃哀财。吃哀财。采花三节，因为他们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哈，因为他们是壮族嘛，看他们参加那个苗族的采花三节嘛，参加吗？对，那他们是梅花嘛，对。哦，我参加了繁麻呢，那是什么东西？对，那他们是梅花嘛，对。哦，梅花夜市，哦，采花山，哦，参加了梅花夜市，哦，那他可能是梨花节，那这个意思应该是他没有参加，是不是？嗯、哦。因为他是壮族，所以说可能就是，不参加人家那个苗族的采花三节，是这意思吗？是的，是的哈。朋友们哈，小青哈，把他这个毛巾给我包上，让我当了一回壮族人，体验一下这个壮族的民族文化哈。刚才跟他交流以后哈，我感觉到小青其实，人还是挺温柔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面带笑容的。非常的幸运哈，遇到这么一个比较温柔的妹子哈，谢谢你小青。